我们今天来吃麻辣烫吧。一克的汤宝，加入热水，加入一袋麻辣烫底料，水沸后呢，就可以喜欢吃什么下什么。先下荤的，后下素的，不容易熟的要先下，容易熟的后下。再来调个麻酱，麻酱加清水调稀，我喜欢加些醋，浇上调好的麻酱、蒜泥，再加入麻辣烫的原汤，撒些香菜装饰，完成。好了，快来吃吧。